各位游客，大家好，欢迎莅临清水地热公园。塑胶袋、捕蝶网、捞鱼网等塑胶制品，与地热水高温，恐浓缩塑化剂及有毒物质，有害人体健康。本园区已全面禁止使用。您可以向园区卖店租用环保竹篓使用。敬请各位游客支持与配合，谢谢。各位游客，大家好，欢迎莅临清水地热公园。塑胶袋、捕蝶网、捞鱼网等塑胶制品，与地热水高温，恐溶出塑化剂及有毒物质，有害人体健康。本园区已全面禁止使用。您可以向园区卖店租用环保竹篓使用，敬请各位游客支持与配合，谢谢。谢谢。